二月二十一号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，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慰问电。习近平表示，今夕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并以我个人的名义，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，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。 中方愿向菲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相信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，重建家园。本台消息：十二月二十一号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，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慰问电。习近平表示。 今夕，京西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并以我个人的名义，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，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。中方愿向菲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相信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，重建家园。